姐姐，姐姐，快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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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一会儿回家有你受的，给我过来！哎，你过来呀！过来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是谁啊？喂，李飞是怎么对你的？你个艺术家做的什么事啊？这个变态男人一直跟着我姐姐，你一定要救我！这是我变态吗？过来！变态，你放手！这个小女孩，你干什么呀？有病啊！我是他舅舅啊！你别听他，过来！听见没有，警察？听见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我这是放手！这个疯女人！喂，郑天真，郑天，你个疯女人！变态！哎，警察叔叔，那两个变态，那两个变态呀！哎呀，你这人，你有病啊！放手！你干嘛呢你？放开他！喂！疼死了！放手啊！怎么回事？警察，就是这个变态。欺负一个小女孩，快把她抓起来！你胡说什么？抓起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进监狱吧，变态！快走！哎呦，我不是什么变态，那个女孩是我的外甥女啊！少说废话，跟我们回趟。